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观众朋友来，我恭喜时代，大家好。咱今麦倒转来第四段，由阮甲咱平阿灿先拜过来讲着，拄只迄个啊，即个讲循环经济内底即个零污染的工业城，安怎来甲伊迄落政府毋知扮演啥物角色，我毋知影啦。讲伊安怎来甲伊辅导互成功叫啊，互你讲讲了，敢若讲咱台湾吼对即个污染应该袂讲目睭金金人上中咧吼，啊是敢若查讲你有心无心，你要做毋做安尼尔啦。无啊，无做啊。嘿啦，无啦，你有心啊无心啦。要做甲毋做，安尼尔尔。我毋相信你无即落知识。好，后来即个。我想讲哦，咱搁开一寡钱哦，咱寄这予伊，讲你兑现了吗？啊哈，对啊。伊甲伊签名的啊，啊有日期啊，有啥拢甲伊讲好个啊，伫对啊，你即马做伫对啊，安尼吼。啊，我着认为讲啊，你若安尼讲讲，我感觉讲还搁有淡薄仔希望啊，但是啊，看着讲。讲是安尼足欢喜的，咱伫迄只讲啦吼。啊，但是看伊讲拢无得推行的时阵吼，咱就足硬气的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咱即摆呐选举的时阵。啊，清楚，老师啊，目睭啊。啊，看讲迄有影，迄落卖讲迄落爱做大官的，会食袂烧精的安尼吼。啊，逐年拢安尼爸传囝，囝传孙安尼，一代一代拢较传，就是家己的人安尼落去。落去你做了换你做了换你安尼，敢若因家己的人伫遐咧耍来耍去安尼。吼，这绝对都唔当咱台湾吼。你若讲吼，要爱找一个讲这个有决心、有行动力的人吼，咱都爱家找出来。哎，选票个顶号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吼，好，安尼咱阁继续。因为这咱今讲这节目吼。这无这循环经济哦，这不是讲趣味，不是讲趣味，这是这种要救台湾，真正要救台湾，就是还够啊这步尔无，伊确实无其他的步啦。嗯。哦，这是这国强兄，你也讲有听到这个讲循环经济了，你就会知讲啊，有影，这是真迫切的问题。哦，不是讲讲趣味啦，无啦，别浪费时间，你讲的无效。哦，这所以。所以既然甲知影安尼来，好，年底这个选举你就要把握掉，把握掉。假使你县市长，还是讲乡镇市长，伊拢无提出这个做法，啊，甲伊相关。啊，讲就是环保，啊，环保咧。环保无？迄抹红药水啦，药盐咧抹红药水啦。环保政策，台湾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啊。嗯。这已经看死刑，包括最近这个啥，行政院长，这个啥。这个吼，赖清德伊嘛讲，伊讲伊要替台湾的所有这个工业的界的人，哦，这大大小大要解决地问题、水的问题啊，什么税务的问题啊，什么哦，伊拢要解决。啊，有效无效？台湾规个污染问题、规个破坏问题，无得解决，因为伊这解决是讲两三年尔啦。两三年啦，伊两三年了，嘛个问题过来啊。因为你台湾这，你工业制造出来污染这本质，嘛是压力单多啊。嗯。你无法度解决，无法度解决。所以，迄未通啊，迄套未通。即马会通，干呐？咱今日所讲的这循环经济，这得这片才会通。啊，所以你的这个，你的这个关键就算去，乡镇就是钱，家属因下伊啊，提出了证件来滴。无即个循环经济的概念，也是做法，也是具体办法，就是迄票绝对唔好转我这个，吼。伊若佫讲环保啊，环保讲讲规世人啊，哪会拢无环保愈环愈保啊愈害啊？台湾的环保做愈严重，对，愈是愈害，吼。哦，这是真严重的问题，真严重的问题，这票真重要，吼。啊，杀出一款人出来，哦，不管伊民进党嘛不要紧，啊，国民党嘛不要紧。主要你爱提出这款循环经济的这个做法、具体办法，啊，甲迄个进度、时间表摆出来，这个你票这票一绝对袂要紧，哎，所以我个人是因为，咱今日讲这个问题时吼，这个是一个真条重要，这表示讲，表示讲台湾人有决心啊，有决心啊，咱需要一个真正。
真正真太平，真正是一个哦，真好的诶报道啊，你才有可能啦，这才有可能啊、哦。啊，这个啊，当然啊，即卖就是讲循环经，循环经济这个啊，伊这个，伊这个办法来滴啊，伊这个办法来滴哦，伊叫单卖。单卖哦，单卖伊这政府伊这是先进啊，这循环经济伊算先进国家，先进国家，所以啊，伊的政府哦，伊有维修办法，维修办法，在这个税务方面的办法，税务方面呢，啊税务方面呢，伊所有的进口的这原料，吼、哦，啊是这开采原料，吼、哦，种种原料物件，吼、哦，啊个这个啥，有登记的。诶，车交通工具，啊，甲这個用的水啊，拢爱靠卡水，袂使免水，无去免水，无去油袋啦。嗯。因为你遮物件就是啊，就是个卡水意思是怎？就是讲你爱啊，保守用。嗯。袂使讲滥用。凊彩浪费。嘿，唔好你滥用。嘿，我说我要甲你卡淡水，啊，淡水你就是会保守啊。节省诶。啊，哦，这个。人伊即个即个做法，伊政府做法吼，啊，吼啊，第二项诶，伊即个对即个焚化炉咧烧遮粪扫遮，啊是即大粪扫遮吼，伊税率悬，税率悬咯，啊但是伊是慢慢啊甲你调整悬个，伊无讲一下就甲你足悬，但是一定爱悬。因为伊就是无爱家己处理个嘛，就是无爱互你行这条路嘛。我无要搁去烧粪扫啊，啊我嘛无要带粪扫啊。嗯，哦，咱就是爱。后边恁家己个迄落自己的国迄落啦，用咱白话文在讲啦，讲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啦，自己的垃圾自己清啦。你家己的粪扫，你家己爱负责，去处理掉啦。啊，所以讲伊个循环经济就是讲。辅导甲，互伊家己生产的粪扫，家己有法度家己处理掉啊。处理甲无政府无要搁提供焚化炉，提供堆粪扫的迄落空地，互你用啊。无啊，嘿。哦，而且，这个伊啊，台北这政府啊，伊就对这个汽油咧使用的时阵，吼，伊用较爱上悬的税，哦，澳洲上悬了，嗯，讲。一百块的汽油，卡七十块的税，好卡这重哦。哦，这，伊就决心嘛，有决心。嗯，我就是讲，这石化原料，也是讲这煤矿这原料，我就大大愈来愈少啊。嗯，用一撮尔。嗯，因为我无需要进口遐济啊。对哦，伊这个政策就是安就适当吼。对，啊，不过你讲迄落。汽油足贵，啊有车的人啊袂当驶，啊迄汽车就无人买卖啊。没有人买卖汽车的啦。但是伊的迄落配套措施爱先做好啊，安尼才袂引起讲哦啊全国都暴动。啊，像讲咱遮讲哦，汽油家用哦贵，啊即马咱的车你看。迄啰，小看一个假日尔，到高速公路就是高级停车场，四界安尼，拢脱掉的。所以，你若讲贵，啊，迄啰汽车买啊，拢买车。所以这点就是安尼。好，那伊这个，因这叫做哦，日本还是欧洲这几个较拢这个，这叫做循环经济国家。嗯。哦，因的政策就简单，都是大众化的，交通干枯。大众化。嗯。好，我无。私人呢，愈来愈少。嗯，伊个政策就是安，伊个目的就是啥？对啊。哦，这个讲70%卡遐重的汽油税，还是讲迄个叫做燃料税，就是目的就是要你减少卖。无开车啦，你是讲开车？你要开要做，你就是公众的。哦，我不要存大众迄款的。哦，公共汽车是三年的汽车，哦三年哦。哦，啊是讲，哦用台北的这地下铁。嗯，哦，啊，是讲这个咱这，都是将来你坐迄落大众，大众交通工具啦，哎，对，啊，可比讲有的迄落日本吼，还是对啊，哎，敢那日本啦，你若讲要买汽车，你第一你爱有先有迄落停车
停车库，你才通好买汽车，啊，无人唔卖吼。伊无参像咱台湾，老子有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拢买到迄落烧包车安尼，吼、哦，四轨才奇古奇怪，才停遐停安尼，安尼迄落混乱的，迄落场面安尼。啊，就是讲你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的人士，吼、哦，你伫迄只统治的人，嗯、你爱。设计这个配套措施要做好势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要推行一个新的政策的时阵，你配套措施爱先行，行后人民慢慢渐进式的去习惯啦咧。可比讲，我即马只呐，拢行啊，这个十分钟以内，我就会当坐到迄个叫捷运，啊，我就唔免搁买奥多麦，搁铺架捷运站啊嘛，啊，我只若行外远，我就有自行车然后坐，都唔免安尼啊。对，是交通建设爱搁条件啦，对，台湾这爱搁条件，哦，这我几套啦，这有几套，啊，我这成功是讲是叫做台北政府的这个。对这宏观经济、财政、财税政策，伊安怎人安怎做？啊，这就是咱爱学的所在，咱爱正经，就是讲咱两年啊，总统，我就照这个正经的方式来推动。哦，这是因为这人伊先进嘛，这先进。哦，啊，搁最后搁来就是讲碳税就是讲煤矿伊方面的。哦，咱今嘛呢，对台湾这困扰问题就是啥？哦，今嘛这电厂伊愈写愈侪啊。哦，这就是碳税问题啦。哦，碳税问题。哦，你要用碳不要紧。哦，好，我最近哦，给你提醒。哦，啊，你就会自动减少啊。哦，啊，你啊用这煤矿，还是讲用这燃料较少的，我给你优待，减少优待。哦，这规盘政策，这是宏观经济，是。在政政策啦，即简单讲就是安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即种咱爱做啊，恁就伊袂讲伊的这个政府做代志袂讲吼，你想着要推行什么，吼啊，都还袂做，就先讲啊。啊，你要一立一休哦，你要这个什么同性婚姻咯，安怎？迄严格咧碳红杯，啊，你都还袂到遐咧，你就先讲咧，结果互社会底下咧混乱安尼，吼啊，就是讲。你看人伊这个，伊这个丹麦政府，人要推行这个循环经济，人是安怎做？啊，不过我奇怪咧，咱的迄落官员一天到晚拢去外国去啊，讲咱讲挂乡啊，就去啊考察，啊，唔知是咧考察底啊，大家拢佚佗到欢欢喜喜回来，咱税金也无伊坐迄落商务舱，吼啊，拢去啊大官大爷大伯安尼去看，食咧，迄落礼物官规官回来，啊，唔知学习着啥？传播政策啊，那无，有啊，有啦，都我都做，啊，都做无好，都做袂行，啊，做到今嘛无看到成果啊。有啊，我有做，我们那地方无那什么，本身伊嘛有咧有台湾，嘛有咧推动我们分类啊，有嘛有啊，啊有都无效，因为迄都无了解决问题，伊都后壁一个问题更真济啊。但迄落今嘛本身分类嘛唔是问题啊啦吼。那什么了啊？你要升级版啦、啊，你要升级吧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是安尼，就是升级的是这个叫循环经济，爱雷走。彻底执行。像是讲啊，咱那个我讲一个啦吼，就是讲那个先进国家，那个因有那个在用那个叫食物银行。哦，对。好，伊就是讲。这物件还阁会当食，啊！你是讲无安怎？伊在路边吼，伊会设迄个冰箱，看较好势。啊！我来插一句话吼，你咧讲这时阵无唔对，嘿，伊这个啥？英国有一个叫苏格兰啦，苏格兰这政府也出名啦，伊定一个法律咯，就是讲你餐厅，后聚会的时阵，所有的食不了物件，拢爱打包。嘿，啊，带回去。你法律这边哦。对，嘿。法律这边。对啊。哦，啊，你去讲。好，啊，伊就是讲有迄个有需要的人，啊，你就去冰箱遐摕，去遐摕人也袂感觉讲见笑，也是无尊严，也是安怎？可比讲迄个衫，你都唔免买单安尼，几啊箱的厝内安尼，规堆安尼，强要囤到暗棍来啊吼！啊，迄衫拢买来穿一两遍啊尔。啊，才有讲，迄你就会当整理你的，讲摕出去堆啊，吼，固定一个所在，
掉的，啊，让迄个有需要的人，吼，啊，人就去摕来穿啊。我这嘛是一个循环经济，也搁搁小看讲人民会当做的，咱省委这先哪推？我来插话吼，我补充，伊这内底，伊循环经济有讲这样代志哦。嗯。荷兰。嗯。荷兰这个国家。嗯。伊现在一个重点，伊循环经济重点啥？所有布料。嗯。伊拢集中处理。嗯。所有全国的布料，伊集中处理哦。旧衫旧裤，也是讲，都烫一下，哎，治疗就对啦。嗯，伊自动处理，哎，规格，拢创较好势，色，要安那，这个流程要安那做，创较好，这个旧的无好的物件，布料顶到尾会出来，好，先得当。嗯，佫伊两个需要。嘿，荷兰有已经有这套制度，已经人正常啊。哦，你佫讲。对嘿。啊，讲有的人啦，啊，佫伫咧加这个附带的啦。啊，咱拢啊，就是讲哦，咱无爱穿的迄落什么鞋也好，衫也好啦，拢送上去迄个迄落非洲黑人国家的哦。其实吼，这是足歹足歹的迄落，就是讲，哎呦啊，我都无啊，啊，就送予人去穿。有迄个国家，我有看迄落一个迄个啊。这个影片哦，讲你讲因哦足痛苦的，讲你送来遮哦，阮蹲甲规家路安尼，互人去选，啊，就是日头晒啦，水咧压啦吼，伊讲造成阮第二厝迄落污染，阮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这堆衫裤。啊，搁你安尼咯，你阻止着阮的经济发展，就是讲阮有马道，啊，煞无衫，人迄个商人就做无衫，人就迄落人毋免来买，啊，拢去啊路边啊捡。啊，迄个做新衫的人煞无职业去，啊，妈都煞无新衫人穿的遐电视。伊讲阻挡着阮的迄个经济进步，啊，搁阮的迄个设计师啦吼，啥物啦，拢互阮安尼造成迄个困扰。就是讲，你莫将迄个你家己唔值的物件，你莫送去别个国家安尼啦。啊，这问题好，咱就解决啦。嗯，无咱循环经济解决这问题，你讲的这问题解决。系啊，哦，啊，因为厝内足侪人拢迄个衫拢伤济嘛，吼，啊，拢乌白蛋嘛，系啊。好啦，安尼咱今仔日吼，咱就暂且讲到遮吼，啊，咱希望讲咱明日吼，咱啊平啊产生拜也当阁甲咱啊带一寡较新的这个思考模式，会当对台湾有利的吼。啊，我咧讲啊，你若想要爱讲。啊，要爱选啊，选县市长以上，还是讲啊总统吼、哦，你拢会当提出你的政见吼、哦，咱来讲给大家做参考，啊来比拼，后边用迄个政见来考量这个人选，你莫用迄个伊后壁是啥物人迄个，是莫选的啊，啊连咪都去往梳头壳，都变人都背叛我们的，吼、哦，你莫选迄种的人吼、哦，你都爱徛伫咧台湾。袂当背叛台湾的人，安尼爱台湾的人，吼、嗯哦！啊，咱今仔就到遮，吼、哦，咱后礼拜再搁见面，嘿。